没有想把它带回来。面罩的话，如果说你为了安全的话，我建议就是你们就带回家。哦，好。然后就是有可能有受伤的。从哪边来？台北万华。啊，那这阵子有没有都闷在家里闷坏了？有，很闷，很闷哦。对，真的。那今天终于解封了，就特地跑来玩就对了。对啊。啊，怎么会选择说来云林剑湖山？因为地堡去过了，嗯，对，然后义大也太远，对，对，就刚好在中部。那因为今天是解封的第一天嘛，那我们剑湖山世界的人流的管控呢，我们自动降载到2500人。所以我们鼓励游客在入园之前，一定要先到我们官网来做预约，或者是先拨个电话来到我们的服务台先做一个预约。那当然也提醒大家，入园的时候呢，一定要全程佩戴口罩，那也要配合10连制，那还有我们的体温侦测。那当然园区也备有很多的干洗手的部分，还有我们的洗手液，欢迎大家可以来随时保持手部清洁。那当然园区餐厅是有对外开放的，不过我们不限外带。那我们在园区呢也备有户外的用餐区，欢迎大家买了食物之后就到我们户外区来享用。那在户外区这边呢，其实我们也都配合 CDC 的规范，来配有梅花座、隔板，还有保持社交距离。所以欢迎各位游客用完餐之后还是要全程佩戴口罩，在游乐区里面安心游园。